不要浪费。研究一下嘛，这有一个紫色布布。哎、欸，回来了，我以为他绕跑了。没耐力就有，可是我看他有耐力啊。哎、欸，看他是还有耐力的时候、欸，哎、欸，脑子，是那个脑子吗？他在干嘛？我建议你右边一点点。不知道旁边有那个小人、哦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结束了，结束 了, 结束了，请看讨伐完毕，右边四个大字。嗯哈，请收到去剥他皮，然后马上走。好了没？上零。那我可以直接飞回去吗？你只能直接飞回去啊，不然你要怎么走？话说那个旁边的小人是怎样被毒到哦？被毒到啊！太强了吧！好了啦。那随便回一个、哦。对啊。哪里、啊？哎呦，好久不见，回家了啦！你还回帐篷干嘛？哦、好啦。防身的条耐力没了会自动关，可是我觉得我耐力已经没了，它还会在哎、欸就是。哪一个啊？不是你耐力，你耐力空了再开，它马上就给你关掉了、啊。它有没有明显的特征？就是我有明显的特征。你要自己控你的体力好吗？好啦，没有整天在让你过年的。我有乖乖的。你要吃耐力雷虫啊，吃了之后就可以一直开啊。一作战会议。常见的魔物尽在印象到的。Hello，Hello、嗯。第五集团。哎、欸，酱油是去哪里了啊？又跟昨天一样。开台一个半小时，出现只有十分钟。然后就。酱油。就说嘿，我在剪片，嘿，我在剑山，我在代打。所以有没有把他家，他有没有把他家的狗绑起来？他家狗平常会绑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把他家狗粘起来啊，但就不会装翻他的垃圾桶。把垃圾桶收起来好了啦。嗯。千万不可大意。结算。啊，结算就过这么久。调查死火龙。嘿。哎呦，有哎、欸，解锁进阶任务，难度星六以上。好，那你刷装备。好的。那我是就是在旁边挖挖东西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就剥虫的尸体而已啊。哦，那我看一下，我先看一下金刚号。金刚号是哪？你看哦，猫咪哦，猫咪，你要不要煮更好吃的东西给我？然后古老化石，有一个，你看好。嗨，然后来吧。等我一下，我会找一下火箭队，看一下任务。为什么要找火箭队？没有，我想说看一下有没有东西解好了，因为我都没有在看右边，只要找他们确认。因为你看右边也不准啊，他只是跟你讲说有新的调查任务而已啊。没有哎、欸，没有用啊。好吧，直接过去。哎、欸，交货有啊。交货有吗？刚刚没看见。哦，刚刚看到有东西在亮。下一页。下一页，哦，下一页哦。哎、欸，你没下一页了，好好。有了有了，只是都还没好。好，好，走吧。哎、欸，反正你吃饱了。走，吃过啦。哦，你这么早吃晚上不会饿哦？再吃就好啦。好像有道理啊。总会有宵夜这个东西。一，一，对，一好。我想说，你要讲怎么会有宵夜这种东西？一，然后要讲原因有没有？就不是。
玩过。好了，挖矿挖几？挖什么财？嗯嗯，哦，我还是要吃饭对吧？不用了。不用吗？我看到这个人物。什么人物？等物。好吧，巨甲虫十只。哎、欸，足迹我要捡，对不对？捡啊。哪里？哎、欸，你先下来播播尸体。哪个、啊？同的尸体都播一播。哦，这个这个的。哎、欸，这个长相好像差不多，还是要大大只一点。我就对了。声、嗯、音，有点好可怕。有龙的声音，好可怕。啊！耶，好多虫虫。登录加成，有点吧。哎、欸、呀，你杀了他们，还抽血。杀死蟑螂也会抽血啊！哎哎哎，快跑！你播完赶快跑！我还没播完，但我还是要跑。播，你去播。给我去播！你给我去播！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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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播了他好像在看你耶，我不是播。我也觉得，我也是我是我是我是 我, 是 我, 是我来来，然后你来这个洞穴，来这个洞穴，上来上来。嗯。这里这里这里，进来这边进来这边。来来来，嗯，他在看我吧，因为我变红色的、欸。啊，怎么了？我发现这张地图有化石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暴林他们争夺地盘，你回头，回头，回头，欸、回头，回头，你回头，有一只在飞的啊！你没看到，来不及了，气死！人叫你回头不回头，你透过这边看，你透过这边看。啊、哦，有看到啊，看到。有东西在爆炸，有没有？那个翅膀的是什么、啊？那个是上位就有的暴鳞龙啊，刚刚讲的轰炸机啊。哦，你就说那个遇到他要丢大便哎、欸。他是在每个地图都会出现、哦，目前。上位地图。哦，所以只要上位地图都有可能。欸、你没有捡光虫啊，大姐。光虫。有没有印象光虫在哪捡？没有。再不听啊。这里啦，哪里？这里啦！哦、啊，这个、哦、好了，还有一只啦、哎，还有一只，哪里？哦，前面。我们记忆力没有这么好，让我慢慢记嘛。来，过来。哎、欸，我没有过去。你在哪里啊？哦，这边。这有什么？啊对。你是走去哪里了？哦，你直接往那边走了。我先打一打、欸，出来，爬出来，爬出来，拨一拨。来了，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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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，免费的，免费的，拨什么？稀有素材，捡一捡。哎呦，这边。前面尸体拨一拨。哦哪里有尸体？对呀、啊，王坚的对决，吓死！啊，他两只都跑掉了，还是有一只死掉了？跑掉了。他不会这样打一打跑掉哦？不是分出胜负吗？弟兄，这样就可以了吧？下面就没了。你还要吗？下面还有啊，可以再打、啊。够吗？来得及吗？可以啊，你来得及播吗？你一定要绕路吗？哎、欸，那边有亮亮的，我就过去了，然后掉路，应该来不及再补一个。来来来，快快快快快，来得及来得及，啊、有哎、欸，好有啦，有亮亮的。叫黄瓜出，叫黄瓜。对啊，恐暴龙叫黄瓜，丝瓜啦，黄瓜。为什么？它就很像丝瓜。
我会需要多少素材啊？看你啊，我看一下，起码要二到三趟啦，所以可以再抓一个。看一下，我又要下去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你电脑再刷，你先过来。好。反正刚刚有恐暴龙，这一场一定有恐暴龙。哎、欸，那你等一下跟我去一趟地方。好。我带你去播一个稀有素材，那个是食材。食材哦。你有隐身衣对不对？嗯。你有隐身衣套装对不对？有啊。那带你穿着。一吗？一。可以进去再改哦，衣服也是可以啊。你到底有没有啦？好像有吧，之前我们看是有，等一下穿上看就知道啦。进冰原以后更刺激，想不想？现在主线在陪他、啊，先刷一套上位甲虫装，过渡一下。穿衣服吗？隐身衣是要怎么穿啊？你滚轮滚到隐身衣装，然后按一、哎欸，这样子，好，乖。我现在就可以穿着了。现在已经穿着了啦，你不要攻击到就好，你攻击到就解除了。然后地上有竹子捡一捡，你先往再往上走。那我绝对不会点到我的左键的。好多足迹的那种，所以怪魔物他们看不到我，看不到啊。哦，所以连这些蜜蜂都看不到。对，好爽啊！啊，快过来啦！等一下我拔一下古种，等一下，等一下没得爽，等一下就没了。你是拔古种，拔到发呆？没有，我充气一块食物。还没有吃晚餐呢，这边，哎呦，这边好滑哦，这是什么？你干嘛？这个啊，稀有素材，古老化石哦。好了。哦，魔之化石。这个是只有这张地图，它会显示说化石增值中才能拿到的东西。哦，这么特别。有些地图会有矿物增值啊，小那是什么仙人掌增值中那些都会有，就有特殊的东西这样子。啊，这个是食材啦。哎、欸，你是进入哦，你是进入那个战斗对不对？发现魔物吧。哦，因为你刚刚那个在闪。哎、欸，那我问一个问题，如果就是我穿隐身套装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不打，小心。我在听啊，啊你又没问完。哦、没有，因为你突然不动，吓我一跳。就是我不打他不会打我嘛，那如果不小心在他攻击的时候被射到的话，那、就没了、啊。一样哦，哎、欸，快点播。哦，隐身套装没了耶。看来你是第一次用哦。他会有时间哦，行。有啊。嗯，所以穿越多次，他用越久，是吗？怎么是越多次越久？因为你刚刚说，看来我是第一次用。你第一次穿隐身衣没做吧？对。对啊，所以刚刚我是听到那个跟你讲解啊。哦，对，第一次穿。哎呦，有火龙在那。哎、欸，这个没播、啊。有，刚有看到，因为它长得跟地板上的骨头有点像。几个人，好可怕。反正你就是，如果进来发现这边还有一块化石，表示这个是化石增值中的地图。哦。因为如果不是增值中，那边不会有那块化石。所以它是几率增值。不是几率增值，一定啊。地图是随机啦。啊，如果他写化石增值中，那就一定
一定有那个刚刚那个点的化石。哦，好多哦。不然原本只会在这边这一块而已。哦，一般的地图就这一块。所以你待会打的时候，我要穿隐身装吗？还是不用？不用啦，躲他就对了。哎、欸，哦，对，你在打穿。哎，虫虫虫虫，还有竹鸡耶，哪里有竹？还有三只哦，哪里？哦，上面，来了。上面三只，下面四只啊。下面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扒完。对啊，应该材料够了，结算还会再送啊。哦、然后因为是这个任务，大家通常都是用这个在赚钱。你说甲虫吗？因为甲虫上位甲虫任务有可以到10000的那个奖励。这么多？对，而且大家打十只甲虫而已，很简单、哦。然后再加上就是你最后结算，就是只要拿蘑菇或是一些种子，其他甲虫东西全部卖掉，嗯、你一趟就可以赚到快20000块。好猛哦！客户光背哦。那你去做装备吧。好了。酱油嘞，整个消失。对、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心结了？你看，刚不让他进来，现在他，哎，生气了，不进来。攻击珠。哦，那是送的。防具哦。攻击珠是很难打到的珠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你有看到你上面有个初阶跟进阶，初阶就是下位，进阶就是上位，所以其实你可以做进阶一模一样的衣服，但是就是要刷材料，就这个。OK， 那阿法跟贝塔，你不要当，啃，你先移到巨甲从阿法跟贝塔上，嗯，好，按 tape， 哦，嗯，你做阿法吧。好，这个 day 套嘛，对不对？也是。好，哎，我有时候点右键，右键也通用吗？也可以啊，不要看动画太久了。然后这个嘛，阿法。哦，好帅。哦，哈基他们要去开原罪了。原罪是什么？那个一个类似 TRPG 的游戏。就是，就像你走在血上面，如果刚好有人使用雷的魔法，血也会导电，有没有很真实？好帅哦！或是火加水会沾成水蒸气，然后就是大家的那个，就远程射击会变成很不准，所以差一次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走啊！你去看火箭队有没有任务？好的，因为我也会建议，就是说新手刷一个巨甲虫任务出来，就是留着刷第二、第三个巨甲虫出来，就一直都留着这样。没有，就是比如说你先有一个巨甲虫之后，啊，里面有3到5次任务嘛，你3到5次任务可能会再刷出新的巨甲虫任务。哦，看一下，好了，桃花小型魔物。哇、哦，好死，好赚，好多、哦，等于是结束啦、啊，不是第二个，这个，嗯，好，没有，我在陪你刷，这个可怕的东西，你这些蓝色其实理论上都可以删掉了、啊，怎么删啊？空白 Enter， 空白 Enter， 空白 Enter， Enter 哦，对啦，都不用留哦。不用留啊，你要的话就是直接
探索探索打一打踩一踩，然后有任务你再从这边借就好了。所以蓝色都删掉。理论上啊。好啊。好多、哦。我上次整理到有点不想整理了。太多了。一口气就是乱删。一口气。这样就。哦，一下子解了超多哎、欸！就都用啊。我用这个，先以这个为主好了。啊，你那个鸟笼跟牙笼就看你啊。因为鸟笼总要打烧鸟跟血鸟啊。啊，它虽然有牙笼总就是要打那个飞雷龙跟残爪龙。嗯。你可以先，没关系、啊，你就是下一个任务会再更新，你就留着啊。哦，好，那我就一个位置，因为你讲完我已经接了，现在还要再刷一次。啊、你每次都那么冲动，又怪我说讲太慢。好，他自己下面问了之后，给我点一下确定，然后他又说你讲太慢。好咩？没有吗？有啦有啦。我是不是讲话以后都要这样子？不用不用不用。接任务啊！你在干嘛？我接。我接任务了。哦、oh. ，一吗？不然嘞。确认一下嘛。你看这个报酬金是5800嘛，5500。那但是是两个人平分，所以我们出去理论上会快3000块。哦、oh, ，这样。嗯，但是就是你可以刷出就是一个人。就是10000块呐、嗯，然后你一个人再加那个每天领到那个券，那个券是那个、嗯、那个报酬金加倍，所以你可以拿到20000块以上、哦。好多、哦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丢了。哇，别走，别走。你出去了吗？还没有啊，我说我被丢包啊。哦。对啊。然后再带你去拿100点数的。你身上那个是只有造型的时装吗？哪个造型的时装？就是还是它是也是魔物的。那个、是说我衣服吗？哎呦！哎呦！嗨！你要打他？没有啦，把他丢走啦。哎、欸，我现在如红色哎、欸。等一下啦，我把他赶走啦。哦，你要多大点是？可以问一下右边的那个。好、啊，走走走，乖乖乖乖乖。来来来。右边那个字幕是什么？他刚刚说假赛啦。我设定的啊，我丢出大便就是说假赛啊。等我一下，挖一下骨头。可以这样设定，好帅。可以啊，像我骑乘的讲话方式也不一样啊，别人骑乘我讲话方式也不一样啊。哦，还有别人，还可以设计别人骑的时候，对吧、啊？这样，好像很厉害呢。哎、欸，没有挖到，我还在发呆，结果没有挖到。好了。怪物猎人，怪物猎人是那个啦，那个中国那边的讲法。啊，我们这边叫魔物猎人。其实意义上差不多了，是一样。我说翻译不一样啊。嗯。英雄。棉草可以干嘛？做远程用的睡眠，做睡眠弹。OK。就是你们在抓猎物的时候用的那种。不是。让魔物睡着。你们不是有说哦？你们那叫陷阱。好。可是有时候你们放陷阱前，他不会睡。在播吗？让我放。那个是他主动自己去睡觉，跟我们做那个无关。哦，所以你们是把他打到让他回去睡觉。哦。呀，
啦！而且他还抽血，为什么？都 KO 啦，都 OK 啦，都 KO。是谁也太可爱了吧？我不知道啊，新没看过他 ID， 蛮可爱的。新观众都 KO 啦。哦，好强哦！我的天啊！反正就是我光从之前没有养，都是用来这边抓的。哦，等可以养之后就用养。对啊，两百点， okay. 因为哇，又两百点，好赚！啊？一个化石挖到了四百点，好猛！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赚钱，赚钱再加上来采光虫啊。也就是那一阵子我、oh. 我的闪光弹很多，反正就是自己要记好这个路线哦，因为你知道自己刷钱的时候可以用。有大致上应该有记得了。那这个方法我也跟酱我也教过酱油一次啦。嗯，哎呀，其实应该说，每次新手来往都会这样教啦，都一样的，一定会缺钱在那个缺钱做装备跟充装备，都用这个方法来教他们。哎呦，红暴龙无机耶！来波喽，来波喽！有不不不，波波波波。打巨甲虫的声音很好听，会吗？是什么？截肢？这样？什么截肢？你说昆虫怎么没有爆开吗？他说他不是说打巨甲虫的声音很好听？对啊，也就是砍截肢动物的声音啊。那是武器吧？是吗？你说你的武器的连段？啊！干嘛啦？他无限，你现在无敌，赶快上来，赶快上来播，赶快上来播，你不用理他。我现在无敌哦，因为打完了。结束了、啊，你还绕路上去？嗯，哪里啊？前面尸体啊。哦、抱歉，眼睛有点残。哇哇，十秒钟，那个恐暴龙是之后的任务的主线。对，因为现在因为是我的地图，所以会出现恐暴龙。之后也有任务要、哦、要接恐暴龙任务。其实酱油现在也有，只是他没去接。哦，所以酱油主线大概在什么样子的状态？他快毕业啦、啊。哦。他还剩四只古龙，打完就毕业了。剩四只哦。四只主线的龙啊，后面还有很多额外新的龙，那个不算的话，他有四只。我应该还很久吧。你哦。应该一半了吧？有一半了，快一半了吧？最主要是你现在是找足迹啊，找足迹比较烦啊。哦，比较，嗯，身材，爬最后一个。看你这些装备加起来，一个38、53，就100多了。你说防御力吗？对啊，150以上。有了，那我要升他们吗？你可以先不用升，再來就是带你刷你要的装备了。看一下武器，飞雷龙啊，要打飞雷龙啊。飞雷龙的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干嘛？电击针要上位还是下位啊？我、哦、上位下位，还是没有差。这个是下位的。嗯，这可以打哎、欸。可以啊，等一下更变。先带你打，因为你那时候缺上龙骨啊，上龙骨那时候没有啊，对啊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带你打了、欸。可是你有任务吗？我有啊，把它删掉了。你有？就是都会留飞雷龙任务啊。哦，特定的会留起来。对啊。OK。有吧？有吧？有吧？在这里。嗯。
捕获飞龙种、欸，哎，飞龙是飞龙吗？牙龙。调查任务，你有调查任务就用调，因为这个。